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作者马伯庸，演播张腾岳，第41集。大唐从来不以血统分尊卑，非中原出身的文武官员多的是。静安寺的属吏里，胡人数量不少，汉胡比例约为5:1。若此时传出内奸的消息，只怕狐狸人人自危，这种宽松氛围只怕将不复存在。徐斌大概能理解了李思成为何只能在墙下对自己说，没有帮手，不能商量，不能公开，但必须要尽快把内奸挖出来。这可真是给徐斌出了一个苛刻的难题。想到这儿，徐斌苦恼地叹了口气，背着手在大殿里走动，不时偏过头去观察大殿上的每一个人。偏偏他的视力不好，不自觉的会尽量凑近，往往他还没看清楚呢，人家已经觉察了，满脸诧异的望回这位举止古怪的主事。徐斌这么漫无目的的在大殿里转了几圈，忽然发现殿角的盘龙水漏旁边站着一个人，他眯着眼睛想看清楚，不知不觉凑得很近，猛一抬头，四目相对，这个人居然是崔器，这个静安寺的叛徒居然又厚着脸皮回来了。崔器的脸色很尴尬，没等徐斌开口询问，先亮出自己的新腰牌，奉甘将军之命在此巡督静安事务。根据李泌和甘守成之前达成的协议，右骁卫不再追捕张小静，但不允许他出现在静安司。右骁卫为了保证协议效力，自然会派遣人来静安司监督，可甘守成居然派崔器过来，显然是为了故意恶心李泌一下。至于崔器自己会不会觉得恶心，根本就不在甘守成考虑之列。崔器重返静安司后，一直待在角落里，完全不吭声。反正只要张小静不出现，其他的事儿跟自己就没关系。所以徐斌一直到现在才发现他的存在。无论于公于私，徐斌对崔器都没有半分好感。他冷冷地看了叛徒一眼，也不失礼，就这么掉头走了。崔器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这家伙只是个未入流的老吏而已，竟然敢对堂堂一位宣节复位如此无礼。若在平时，他早用刀鞘抽飞了，可是现在整个静安司都是他的敌人。明明今早起床时自己还意气风发，打算要和阿兄立下一桩大功劳，怎么会走到如今这一步？阿兄啊，也许你就不该把我从陇山弄过来。崔器看着灯火通明的大殿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后退一步，继续把自己隐在黑暗中。这是他选择的路，必然要为此承担后果。徐斌不知道也不关心崔器的烦恼，他正像没头苍蝇一样的在大殿里转圈，心乱如麻。这内奸怎么找，可真把他给难住了。数字徐斌背诵起来毫无难度，可这人心猜测可就难多了。徐斌负手回到自己书案前，忽然看到面前搁着一把用来裁纸卷的小竹刀。他醒悟道，光是这么一个一个的看，这得看到哪年才算完，自己可真是太笨了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得有一个方法才行。徐斌索性跪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把案几上的文房四宝一样样整理好，这是徐斌的习惯，可以借此来推敲思路。等到案子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各归其类，井井有条，徐斌忽然有了一个思路。他摇动铜铃，让仆役立刻找来一份静安司的细图，然后拿起一枚水晶片对着图仔细研究起来。
整个司署分作三部分，正殿、左右偏殿和后殿。正殿办公，偏殿存放卷宗文牍，后殿是关押犯人的监牢。在整个建筑后头还有一个大花园，占地颇广，其间散落着一些独栋小屋，诸如退室、望楼、伙房、茅厕、井台、壶架、水渠之类。在最外围是一圈高大的院墙，上直荆棘。整个静安司只有两个出口，正殿正门通往坊内十字街，还有一个朝东开的角门，可以直接连通旁边的京兆府宫榭。哦，对了，现在还多了一个通往慈悲寺草庐的墙梯。徐斌的思路很简单，无论这个内奸是谁，都必然要面临一个问题，如何把情报传递出去。而且从那几次情报泄露的速度来看，这条渠道还必须特别快。从地图上看，只有两门可选。还有就是情报来源的问题，静安寺的消息哪些可以公之于众，哪些只通知各位主事，哪些只能司城与静安令差阅，都有明确的规定。比如郎卫在西市的行踪对全体人员都是公开的，而王运秀被绑架的消息一开始则只有李弼知道。静安寺的两次情报失窃，一次西府殿，一次昌明坊，级别都不算高，可见这位内奸不能触及更高层面的事情。很快徐斌便勾画出了这位内奸的基本情况。一，他能在正门和角门通行无碍。二，他能接触到静安司的最新动态，但只到中级，这样便能筛掉一大批小书吏，只剩下一些主事、录事级的人。徐斌想到这里，抬头又看了眼垫脚，崔气刻意把自己的身形隐在黑暗中，不易发现。讽刺的是，眼下他是这大殿内唯一一个能确定不是内奸的人。等一下，崔气或许知道内奸是谁，毕竟他的背叛得有一个接头人才行。但很快徐斌又否定了这个猜测，拉拢崔气叛变的一定是李相在明面上的人，这样才有说服力。接头人负责拉拢，内奸负责传递情报，这是两条彼此独立的线。再说了，就算崔气知道，也不可能告诉静安司，看来还得从别处想办法。徐斌又扫了一眼地图，忽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可这个主意还欠缺一个契机，他只好暂时耐心地等待着。水漏还没过去一刻，大殿外头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随着急促的脚步声，姚汝能搀扶着文然走了进来。文然身上披着一件青毯，对陌生的环境有些警惕，任凭身旁的男子推着前进。绝大部分书吏都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这应该是王忠嗣的女儿吧？哎呦，总算找回来了。就是这个女人，让我们家搬到现在都不能参加灯会。姚汝能把文染带到了李弼跟前，李弼还未开口，姚汝能就抢先一步过去，低声道：“这位姑娘不是王云秀，叫文染。”李弼闻言一怔，他本以为这件事总算有交代了，怎么又节外生枝？他冷着脸道：“文染是谁？”姚汝能道：“路上已经问清楚了，他是敦义坊文记香铺的铺主。据他自己说，他遭到了熊火帮的袭击，去找王运秀求助，同乘西车出行，然后呢就被贼人袭击，一路挟持到了昌明坊。所以可能……哎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。这是一个可悲的误会，原来狼卫一直劫持的是文染。那王运秀呢？”李弼瞪着他。文染觉得这男人很凶，赶紧缩回到姚汝能身后，摇了摇头。
从车祸开始，他身边的事情一件比一件诡异，完全跟不上状况，更别说留意王运秀的踪迹了。李碧对他失去了兴趣，他让姚汝能把这女人留下问问话，如果没什么疑问就放她走。姚汝能搀着文冉正要走，李碧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又把他们叫住了。你是否认识张小静？文冉听到熟悉的名字，眼神透出了一丝喜色，那是我恩公。李碧眼神里露出恍然之色，他把拂尘一摆，对徐斌冷笑道：哎呀，难怪张小静坚持要再次搜查，原来他要找的不是王运秀，而是这个文冉。刚才张小静执着于昌明坊的再搜查，让李碧一直觉得很奇怪，现在一看找到的是文冉，李碧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微妙联系。现在回头去想，修正坊中张小静一口咬定劫走的是王运秀，恐怕从一开始就在有意误导。李碧又是恼怒又是失望，不错，张小静为了阻止突厥人确实不顾性命，这个误导也没耽误正事儿。可是这个小动作把李碧的无条件信任给破坏掉了，他还有没有其他隐瞒的行为？未来是否还会有类似的行为？这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和隐患呢。你把他给我押到后殿的牢房去，审问清楚他和张小静有什么关系。李碧严厉地修改了命令。姚汝能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留下和拘押，这可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用词。李碧见他有所迟疑，把拂尘重重顿在案几上，姚汝能只好拽住文冉，略带歉疚地往后头拽。文冉不明就里，只得牢牢地抓住姚汝能的胳膊，这是整个大殿里唯一让他觉得安心的人。他们离开之后，李碧闭上眼睛，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，疑似义宁坊景寺那边有了进展，就立刻召回张小静。在接下来的行动中，他不确定是否还能继续信任那个人。在一旁的徐斌并不知道上司对好友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，他正心无旁骛，奋笔疾书，因为他一直等待的契机来了。静安寺通往外界一共有两道门，一处正门，一处角门，都有吕奔军的士兵把守，出入这里的人都必须出示竹籍，无籍拦入，视同闯入宫禁，士兵可以当场格杀。从今天巳时开始，这两个门不断有大量的人进进出出，都是刻不容缓的急事儿。这种忙碌情况一直持续到申时，明烛高悬，士兵们早已疲惫不堪，查验竹籍的态度也敷衍起来。一个长脸官员从静安寺的角门走出来，手持竹籍，守门士兵一看脸，认出是庞禄氏，他经常通过这个角门往返京兆府公廨和静安寺之间，负责调阅各类卷宗，光是今天他就跑了不下十几趟了。于是士兵们懒得核对竹籍，略过了一下手，挥手放行。庞禄氏迈过门槛儿，进入京兆府，他左右看了看，但并没有径直前往司路参军的衙门，而是拐了个弯，钻进了正厅与围墙之间的马蹄夹道。这条夹道很窄，只容一匹马落蹄，故称马蹄夹道，堆积着各类杂物，平时少有人来。他走到马蹄夹道的中段，弯下腰，从怀里掏出了一团纸卷。突然一声锣响，围墙上亮出一排灯笼，整条夹道霎时灯火通明。徐斌副手站在夹道的另一个尽头，惋惜地看着他：老庞啊，我没想到啊，居然是你。庞禄氏惊慌道：
我是过来解个手嘛。徐斌苦笑摇摇头，哎，你莫诓我了，静安寺的茅厕难道坑位不够吗？他走过去，从庞路氏手里夺过纸卷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是一份伙食清单。庞路氏陪笑道，老徐，你也了解我，静安寺那儿的茅厕太脏了，所以来这里方便一下，这纸卷擦屁股比厕筹舒服啊。有惜字令在，这事儿不得不背着人嘛。朝廷颁布过惜字令，要求禁止惜字，严禁用写过字的纸如厕。庞路氏用伙食清单擦屁股，严格来说这也是要挨板子的。徐斌道，哎，老庞你多虑了，法严人情在，怎么会因为一张破纸就抓人呢？然后把纸卷递还给他。庞路氏松了一口气，正要拍肩表示亲热，徐斌却轻轻闪开，面色转为严肃，要抓也是因为泄露军情之事。他为人老实，这种咄咄逼人的话说出来一结巴威势全无。庞路氏一听脸色不悦，老徐，你可不能这么污蔑同僚，我用纸来方便是有错，可你这个指控太过分了吧。徐斌畏缩了一下，旋即叹了口气，发现自己的气场实在不适合刺尖，他把身子闪过，亮出身后的一个人。庞路氏就着烛光一看，原来是看守角门的那个守卫，五花大绑，于是身子开始颤抖起来。夹道里静悄悄的，与外头的喧嚣恰成反比，只有徐斌的声音弱弱的响起，我知道司里出了奸细，可我得等一个契机，刚才王运秀回到殿中，却被发现是另外一个女子，我故意把这条消息抄送给所有官吏，她太重要了，内奸一定会尽快把她送出去，这个时候离开席位外出的，一定最有嫌疑。徐斌诚恳地解说自己设下的陷阱，唯恐庞路氏听不明白。我一直在想，静安寺的内奸该怎么通过正门或角门，哎，然后发现我陷入了一个误区，这个人并不一定是穿门之人，也可能是守门之人。徐斌说到这里鼓起一口气，声调变得更为自信，刚才我已经看到了，你走过角门，趁检查逐级时把消息交给守门士兵，清清白白离开，守门士兵再传递给外头一个人，继续清清白白守门，这办法好得很啊，单查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是清白的，非得合在一块儿才能看出名堂。庞路氏咕咚一声瘫坐在夹道里，徐斌吩咐左右的不良人过去拿他，庞路氏连忙抬起头乞求着说道，我是给凤阁那边办事儿。凤阁就是中书省了，他主动坦诚是李相的人，指望徐斌能手下留情，可纵然迟钝如徐斌，也知道李相绝不可能承认有这事儿，更不可能保他，庞路氏的仕途已经完蛋了。庞路氏也意识到这一点，扯住徐斌的袖子，我要见李思成，我只是传消息，可从来没耽搁过静安寺的正事儿。徐斌听到这个有点火了，哎呀，还不承认，若不是你与凤阁暗通款曲，远来商战的火灾能起来，崔气能叛变。庞路氏闻言愕然，随后大叫，崔都尉之事是我传给凤阁不假，可远来客栈我可没传过。给突厥人办事儿，那是要杀头的，又没好处。庞路氏义愤填膺，大家好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